跟中指尖，然后你再夹，你再夹紧它，力量就往你的钥匙尖走了，你的力量就从手指尖。对不起，只是要加强那个导引的那个方向性而已。一个是这个，那你的感觉，因为大部分的人对手指没有感觉，什么叫做力量到手指？一般人他没有用过，啊，所以你夹这个，那这个也是你练剑的时候，这个剑指需要的力量，所以剑指不是在那边随便摆的，剑指随便这样拿也可以，这样拿也可以，剑指是要点。剑指有时候是要点穴用的，所以它这个两个指头要有力量，合并起来要很有力量，啊，那它也是很有方向性的。所以我让你们用这个练，你现在在练这个时候，你这个穿你试试看，你夹着钥匙，当你把钥匙夹紧的时候，你的力量，你感觉一下，你的力量就自然往前走了。啊，你们试试看，夹紧以后，你的力量就会到这边了，让它往这个钥匙尖走，然后你就跟到那个力走，到这边，比方你要到这边，走到停，延伸，夹得更紧，让力量走，你才变化，走到极才变化。阳极生阴，阴极生阳，要到极，你试试看，先把力量能走到手指头上去。紧，到这边，不要从这边这样起来，手肘一弯就变成一个圈了，啊。手肘弯，膝弯，等一下，一边走一边弯。哎，对了，你看这边又断掉了，对，有没有？走，你看两边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对，啊？一转的时候断掉。对。这个圈的转动啊，你们看啊，我这边有光，你们看啊，这个圈的转动啊，它刚才到这边，你到这个地方你要转了，你的力量到手指尖来了，你这边要转，如果在这里这样翻，力量就断掉了，不是，是你走，是一边走一边转，一边走一边转。你任何一个阴转阳，阳转阴，都不是在当地转的，阴转阳，阳转阴，它有一个过程，你不能说哦，我这边是阴，我在这边就转阳，不行，这会翻船，会翻车。我这个是阴，我要转阳，它必须在哪转？它有一个过程，它在这个里面要有一个过程的变化，听不懂？所以你所有的，我从这边是阳。阳要转了，我这个阳要转，你不能在这边这样转，它是这样转，听懂？你看我这个要转了，它是这样转，或者这样转，不能这样转，听懂？啊，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下来，这是，你看。你转要这样转，不能在这边翻，叉，这不行了，这没有阴阳了。啊，好，再试试看。